一辆特斯拉从马路上缓缓驶向路边一个商铺门口时，突然转向驶上马路，随后在路上一路高速狂奔，车辆做出紧急避让的动作，惊险避开一辆电动自行车后，继续在道路上高速行驶。车辆在撞上一辆同向行驶的两轮摩托车后，又撞上一辆对向车道上的自行车，骑自行车男子被撞倒在地。此后，车辆又撞上一辆三轮摩托车，摩托车几乎被撞散架，失控的特斯拉侧向撞向路边的一根电线杆和一辆货车，最终才停下来。那么对于这起事故，国外网友是如何评论的呢？以下内容均来自油管，仅供参考。第一位叫 Cancel 的网友说，他试图避免相撞，知道没有办法，背景数据可能是错误的，有时由于传感器本身出现故障，无法正确收集数据。第二位叫 WolfCWS 的网友说，好像加速器卡住了什么的，司机似乎在努力让汽车保持在路上，可能是刹车踏板卡住了，真的需要有人彻底调查一下。第三位叫 John Sunday 的网友说，他一开始躲人的方式表明他并不恐慌，也没有试图伤害任何人，那是一辆失控的车，如果数据没有显示，我相信数据有问题。第四位叫 Fasalo 的网友说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巴黎的一名司机身上，他说车辆突然不受控制的加速。第五位叫 NZX 的网友说，看起来这辆车真的开得太快了，我想你可以看到司机即使在那个速度下也尽最大努力控制汽车，所以刹车可能确实失灵了。第六位叫 PET122KX 的网友说，如果司机只是加速了100米，我可能会理解他将刹车和油门混淆了，但是在避开交通的同时跑了2公里，要么是故意的，要么是汽车真的发生了故障，司机清楚地知道刹车在哪里，否则他一开始就不会减速，当他感觉到踏板根本没有响应时，他可能会采取行动。第七位叫 Frank LL 的网友说，这让我想起了巴黎的特斯拉事故，当时一名特斯拉出租车司机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，同样的汽车无缘无故加速，刹车不起作用，特斯拉还说问题不是车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，特斯拉真的应该认真对待这些说法。第八位叫阿里阿的网友说，起初我想要一辆特斯拉，后来我改变了主意，因为我不会把钱交给一家在涉及汽车问题时无法承担责任的公司。第九位叫 Cypher's Moose 的网友说，我侄女去年被特斯拉撞了，她在穿过人行横道时被击中，人行横道是绿灯，直到今天她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，旁观者告诉当局特斯拉继续行驶，就像没有撞到任何东西一样。第十位叫 Ezo 的网友说，建议特斯拉车主在踏板那按个监控吧，谁提议谁举证，特斯拉的数据说明不了什么，第一他可能有错误，第二他可能还不给你看，官方回复说后台数据显示没踩刹车，但是学过程序的人应该了解，刹车失灵的一种可能情况不就是数据没有正常反馈吗，能被数据记录上的刹车都是有效的，无效的才没被记录。第十一位叫 Marley 的网友说，特斯拉失控刹车失灵惯犯了，之前高速刹车失灵，一对夫妇直接冲到河里门打不开淹死，林志颖的事大家不会忘记了吧。以上就是各国网友对近期特斯拉事故的一些评论。据了解，司机詹先生今年55岁，以前是货车司机，有20多年的货车驾驶经历，身体健康，车子是去年11月初从朋友处转让过来的新车，目前司机詹先生仍在医院接受治疗，肋骨断了几根，脑震荡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截至目前，本次事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，目前鉴定结果还没出来，